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，602面。第一行，这还是说金刚术的表法，两面无骨表五佛五智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辩证是的，五佛五智啊，十波罗蜜，十种烦恼，十种真如，前面呢我们学过了，今天呢我们学是的啊，辩证是的。是的者，为菩萨所证的地位，一切佛法了是依此发生。菩萨的这个地位，真正是究竟圆满的大觉，他把无始无明放下了，可是地位有前身不同，这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有断尽，所以地位有前身，故十字欢喜，欢喜地是开始，宗旨法云啊，法云地圆满，往上去呢是等觉，是妙觉，这分为十种啊，地位前身分为十种。第一个欢喜地，为菩萨智通佛智，离弃佛理，彻见大道，见佛境界而得法喜，等于初地。这个说法别教的是地，断证的功夫跟原教的施助是相等的啊，是平等的。大乘教里头通常呢都是讲别教啊，像华严法华了，这些是例外的啊，那是一乘法。我们就知道真正放下了起心动念，就是这个境界，智通佛智，你的
自信里面般若智慧透出来了。啊，你所证得的理、道理、理体，万事万物，它有个理。这个理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法的真相，你证得了，所以你彻见大道啊，大道是实相。对宇宙啊，在佛法讲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法。性相理事因果，你全见到了啊！这个跟佛的知见完全相同啊，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“同佛知见”啊，这个地方讲的“彻见大道，净佛境界”啊，佛的境界。你完全见到了，证得了，这个时候得法喜啊！法喜后面有个注子，得法喜者，位于正得之法了而生喜乐。啊，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话，那是世间圣人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是法喜，啊，世间的法喜是有局限的，啊，菩萨所证得的法喜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法喜，没有局限的。这就是灯于初地了，这个灯就是真的啊，他已经登上了初地菩萨的果位啊，初地菩萨离开十法界了啊，他住在哪里呢？住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经云，与大菩提善德通达，觉通如来，净佛境界，名欢喜地。啊，大菩提是究竟圆满的菩提，也就是究竟圆满的大觉啊，所以善德通达。为什么叫善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善。起心动念不善了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切通达明了，自然的，这叫善。啊，觉通如来，自信觉，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全现前了。啊，跟一切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完全平等，叫净佛境界。啊，如来所证得的境界他证得了。这一桩事情我们虽然没入这个境界，能体会得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
这十地菩萨每一个也是不起心不动念，等觉菩萨妙觉如来还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境界是平等的，是究竟的，是圆满的啊。所以起心动念就不行了。起心动念是谁呢？是法界里面的佛，是法界最高的佛法界啊。这种佛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啊，在十法界他的地位最高。如果他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他就入欢喜地了，他提升了啊，超越了十法界于是我们就晓得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，起心动念来的。只要你起心动念，就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相。只要你有执着，在十法界里面就会现六道轮回的现象。这轮回从哪来的？执着来的，这着相。十法界从哪来？起心动念来的啊。一真法界怎么来的？就是诸佛的十报庄严土，无明习气没断来的。如果无明习气都断了，十报土也没有了。所以十报土也不是究竟的，真正究竟的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没有相，没有现象啊。现代科学里面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没有啊，但是这三种现象它都能现啊，他自己什么相都没有，能现一切相。这是自信的本体，这个就在此地称之为大菩提啊，称之为佛理，佛所证得的理体我们现在明白了。八万四千法门修的什么？全修的是这个。怎样才得到？依照佛告诉我们的理论方法去学，学到最后彻底放下，就真的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也能够体会到，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是八万四千不同种类的方法，都是帮助我怎样放下起心动念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果然放下了，你这一个法门圆满了，一切法门都圆满了。那他门门都是为这桩事情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我们通了。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每一个法门，它的目标都是帮助你放下起心动念。啊，无论用哪个法门，只要真的放下起心动念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如是啊，不就全通了吗？
所以法门平等没有高下。啊，那这正德如来智慧德相，他怎么会不欢喜呢？法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呢，这叫欢喜地。从欢喜地再提升，怎么提升的？完全是无时无明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没法子修的，随着时间自然消失。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菩萨不是没有死，菩萨有什么事呢？众生有感，菩萨就有应了。初地菩萨就有应了，往后一直到发愿地，一直到圆满，那么他在感应道交当中，境界不相同啊。往上去，越往上去，无时无明习气愈薄，那么他透出的能量肯定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楚啊，越来越殊胜，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实，确实如此。那所以二地啊，立垢地，唯有净佛境界，净佛境界是欢喜地得到的，明了诸法异性呐，而入于同。啊，你看到一切法不一样啊，性质不相同，从不相同的性质上看到它的同，不相同的性质，我们今天讲的是物理啊，科学研究万物，在讲物理，从异性而入于同呢，那个同不是物理，是自信。是真心。大乘教上佛常说，万法唯心，又说心外无法，
法外无心，心跟法融成了一体。宗门的大德常说，心在哪里？啊，真正其如的人，随便念一法，啊，老师都点头，都肯定，给你所证明。为什么呢？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啊。我们随便念一法行不行呢？不行。我们随便念一法是一氧化葫芦，不是那回事情。啊，人家举那法，他达到那个境界，啊，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随便举一法，我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是所谓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所以一句话讲清楚了，放下就是。我们没放下，随便也念一个，行吗？啊，烦恼习气通通在，人家那个烦恼习气消尽了，念一法是真的。啊，明了，诸法一心而入于同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只是你没有看到，你看呢？若见有同，即非离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同意是边界。哎，意若与同了，你还有个同，即非离垢，你还是染污。原来是什么呢？你被意染污了，你对这个有分别之处。现在呢，你被同染污了，你还有同的分别之处，没有离垢啊。同心一灭，真的离垢了，同意都没有。为什么同意都没有了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有同或者有意，你都起心动念了。真心没有念头啊，这大乘经上常说真心立念呢、啊、你还有一念，你被染污。啊，一念是什么呢？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里头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，你还有这一念，没一念够啊。这一念是这一念清净念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连清净这个念头也没有，才真清净。啊，我已经感觉到清净，已经被清净染污了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的？你已经起心动念了，已经分别了，已经执着了。所以
诸佛与诸佛见面，那是什么境界？如如不动啊！古来祖师有一句话说：“口挂墙壁，墙壁丢个钉子，口挂在墙壁上，没得说了，一句话也没有，一个招呼也不打。”那是什么境界？回归极光，极光里有三种现象都没有，真回归极光啊！无量无边诸佛同回归极光，这同心一命，真理够啊，这不是假的啊，经云啊，经上讲的好，很简单，一心若同，同心一灭，名离垢地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，啊，两边。我们就用这个句子来说，意是一边，同是一边，两边都离了，这叫中道。如果还有个中道的念头，你又着了，又被染污了，中道也没有，那叫真的中道。啊，真的明心见性，叫离垢啊！啊，欢喜地里头见到一如如同，但是他还有同见。啊，这更进一步的时候，同见没有了。三谛发光谛，为你看，同一情见，知垢寂净，干净了，两边不着了，这本觉智慧呀，光明开发。自心般若显现了啊！我们常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经云：“尽即明生明法观地。”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：“尽即光通达。”啊，尽到极处的时候，这光就是智慧光。智光显现，智光是自性的本有的，因为不净，光就不显；净到极处，光显了。啊，这个好比我们池塘里面的水，如果有染污，有波浪，染污是什么呢？七情五欲是染污，执着是染污，分别呢？分别是风浪，啊，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风平浪静，水又没有染污，这个时候水像镜子一样。啊，外面的境界
完全照在里头，照得清清楚楚。世尊在经典里面呢，常常用这个比喻。让我们容易体会。自信智慧现前。所以智慧是从静中现出来的。心不清净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那么现在人的修学，麻烦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乃至于神学家，你细心观察，他用的是什么心？他用的是分别心，用的是执着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用的是第七识、第六识、阿赖耶识。啊。这个在相宗里面讲叫三心的，这三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！这三心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啊！如何能叫我们自心智慧吐出来呢？这三心不用它，智慧就现前。啊，不分别，不用第六识；不执着，不用第七识；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用第八识。你不用的，不用的就转过来了。不用它，就转识成智了。阿赖耶就变成大圆尽智。为什么？阿赖耶里头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呐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。你看，它有佛种子，有人天种子，有三途种子，它什么种子都有。啊，在染污没清净的时候，种子通通在。决定不会丧失，永远不会变坏，遇到缘就起现行。啊，没有缘，只有种子都不起作用，遇到缘它就起作用。啊，像植物种子一样，我们装在玻璃瓶里头，它不起作用。你给它放在泥土上，哎，它就起作用，它就发芽了。那它慢慢就长成了啊，所以预言就起作用。见性的人呢，全知道啊，啊，这智慧现前了。我们就明白，科学家智慧为什么不现前，哲学家为什么不现前，修行人为什么不现前。他还起心动念，甚至他还有分别之处，那就是道道滴滴的凡夫啊，他不是圣人呐。啊，圣人的心清净，我们今天要学佛，佛最小的佛，小圣，小小圣，小小圣，心地都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见惑破了嘛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我们前面读过，
这些他都没有了。小小神，小乘初果须陀洹，大乘摄性里面初心为菩萨。啊，这些标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常常啊回光返照。啊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如果没有，那你就要提高境界。你要不求待业往生这个法门，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你肯定逃不过轮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无中见慧有啊，只有六道才有这个信心呢。啊，无中见惑断掉了，还在六道，但是不怕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出六道的时间表，一般人没有啊。好像做监牢狱一样，判的什么无期徒刑啊。那出国有期啊。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就出去了。他有期啊。而且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决定不走三恶道。这个多难得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一生连出国的位置都达不到，只有待业求生净土，除这个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啊，那我们就死心塌地，专念弥陀。啊，一切放下，事出生一切吧，统统放下，专念弥陀。求生净土能不能呢？难，决定得生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念佛烦恼习气没放下不行，这个你求生没把握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往生的人，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。这个佛是谁？是自信弥陀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是自信变现的，或者我换一句话说，是自信感应的。我们今天用真心，就用自信求，还是自信反应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，不离自信。是自己自信变现的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回归自信的极乐世界。中峰禅师讲得好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你看不离当下了，往生净土不离当下了，
清净弥陀。这是佛理呀，我们要用佛智去见佛理呀，你才晓得这个你不迷信呐。天经地义啊，你真搞清楚了，对决定得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我们这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啊，所以特别着重这个镜子，心经则佛土经啊，我们修行心不能不净，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，不能躲避啊！有人我心不清净，我看到了会动心，听到了会动心，我找个山洞里面就躲起来，行不行啊？有啊，古时候就有啊，你去看看朱常随笔，莲池大师里头还记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老法师住在山上，山上住茅棚，修得很不错啊，自己以为万缘放下了，在山上住了几十年啊，城里面有一些念佛学佛的大佛长者啊，听到有这么一个人在山上几十年不下山去朝山啊，去亲近老和尚，真有道行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礼请老和尚下山去弘法啊，请他到都市里去，住了没多久，一年年道心没有了，完全被染污了，可惜了，山上觉得不错，觉得经不起考试啊，以为很清净了，一到都市花花世界马上就乱了啊，贪嗔痴慢都起来了啊。这个老和尚去看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就讲这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在问呢，这个人是谁呀？莲池大师说，就是老兄啊。他自己还不知道啊，那这个事情是这讲真功夫啊，他没有真放下，他是原理心里没放下，心里真放下离不离没无所谓呀、啊，你要离他干什么？他是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你能把这个花花世界看成电影，看成电视屏幕，你可以欣赏它，你得不到它，你不能控制它，它的所有活动是业力在控制啊，所以你不是清净心呐、啊。问题是你没有真看破，住山没用，闭关没用，真正看破放下了，闭关住山有用。
啊，不住山，不住不闭关也有用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闭过关，啊，慧能大师一生也没有闭过关。啊，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之后，在猎人队里头当伙夫，啊，天天在厨房里面做厨房工作，去服侍这一些打猎的人。啊，打猎的人天天吃肉啊！你看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。他吃肉边菜，他拿青菜放在那个肉锅里头煮，他吃肉边菜。15年了。啊，南大师在猎人队里变成长工了，在这做了15年了，做厨房啊。那是什么？修行。他修行功夫一天没间断。啊，修什么呢？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他修这个。啊，15年的锻炼，功德圆满了，这个时候出来弘法利生。缘也成熟了，啊，缘不成熟有磨难呢，缘成熟了，磨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些道理，佛祖给我们做的这些例子，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要看懂啊，要能体会得到啊，要能学到啊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。啊，如果看不懂，不能体会，我们的修行就非常困难。所以你看，智慧发光，你看他这个前面是欢喜，见到。啊，见到欢喜，往后就是修道啊。修道头一个就是离垢，啊，离垢就是放下，放下智慧就开了，就发光。哦，这光越来越大，啊，第四个颜慧地，啊，光又火焰出来。啊，这大智慧，这不是小智慧啊！为慧明积极，则佛觉圆满。啊，前面呢，发光是智慧，啊，本觉智慧光明开发了，发光啊！啊，到这个时候，光明至圣。啊，智慧光明，到基础了，佛觉圆满，圆觉了。啊，觉满则慧光发焰，如大河巨树，破一切情境。啊，这就像大火。烧得很盛，啊，把一切情见全都给烧光了。智慧火烧烦恼心呢，啊，所以他入在红尘里头没有问题。红尘里的烦恼的时候，到他面前就烧光了。为什么？他有大智慧。经云：“
明即觉满，明因为谛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离垢来的。菩萨如何提升自己？不断的去离。啊，垢离了之后，还有习气。习气还有粗的习气，有细的习气。啊，极其微细的习气，所以放下这个功夫，从现前开始，到什么地位？到等觉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放下，还得要放下。放下之后，他才能成为妙觉，那叫究竟圆满了。不要以为我很不错了，我都放下了，你靠不住啊！啊，舍利菩萨。哪一地不是修放下呢？那如果我们看华严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哪一个不是在放下？没有到究竟果位、妙觉位，天天在放下。念念在放下，这叫真修行啊，这叫真精进啊，是真功夫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念念他看得破，他怎么看的？《金刚经》是最殊胜的一部经论，它就是教我们看破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生着情见，情是什么呢？七情，动了这个念头。啊，七情里头，第一个是欢喜，啊，喜怒；第二个不欢喜，不高兴发脾气，喜怒、哀乐、爱、恶，爱是喜欢，恶是讨厌。还有这种念头起来，最后一个是欲，欲是欲望，欲望有财色名食睡，叫无欲，叫七情无欲。懂这个念头，这叫勤俭。啊，你有智慧光明啊，这个勤见全破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，要做到不分别不执着。决定不能让他生七情五欲，这是功夫啊！净宗的
舍人，用什么方法？用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才起啊，不管是喜是怒是爱是乐，不管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，全把它收到阿弥陀佛这里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你所有的念头，这叫会念佛。这种念佛的话，它会见性，这种念佛方法会降伏烦恼，会得定，会开悟。啊，那我们功夫浅，力度不够，虽然念佛，还有妄想夹杂进来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是你一个人有，人人都有，古人也有，未来的人肯定还是有。诸佛菩萨在因地时候跟我们一样都有啊，不要怕，不要灰心，要勇猛精进啊，念头才起。古大德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一句佛号就是觉啊，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就觉了啊，念头起是迷，一句阿弥陀佛就觉了。在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法门殊胜了，无比的殊胜了，简单容易啊，人人都可以修啊。啊，男女老少，圣贤可以修，愚痴人也可以修，造罪业的人也可以修，什么都能修。这个法门都方便。啊，我们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到其入境界时，人家给你说话，你回答都是阿弥陀佛。有没有听见？听见不听见不要紧，阿弥陀佛要紧。啊，我回应你就是阿弥陀佛。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契入到这个境界，算是你真正认识阿弥陀佛了。啊，你跟阿弥陀佛搭上线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这能不往生吗？往生的时候，佛能不来接引你吗？古大德说，功夫最重要的就是生出变熟，熟出变生，这就成就了。什么熟出呢？我们今天烦恼习气很熟，起心动念全是这自私自利、名分利啊、贪嗔痴慢无欲、七情无欲，这太熟了，连做梦都起心动念，这太熟了。生出什么佛法生了，阿弥陀佛生了，念念就忘掉了，念念就不见了啊！如何把阿弥陀佛变成熟处，把我们烦恼习气变成生疏，把它调换一下啊，生的变成熟的，熟的再变成生的，功夫就成就了。
啊，古大德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，我们不难体会，啊，问题要真干，啊，当然得要真了解，啊，为什么真了解才会真干？啊，干得很欢喜，啊，欢喜就现前了。经上这一句“明极觉满”，四谛菩萨，第五谛难胜谛。你看，都是以前一谛为基础，未有前面言会，摄破一切情界，其同一之相。皆不可得，心真清净了，即使诸佛境界，无有能胜了。经云：一切同意所不能知，名难胜的，就很难胜，很难超过它。啊，这是五谛菩萨。同一之相不可得。那是什么相呢？古人讲了一句话说：一切法皆同一位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一切法同一位，这一位什么法位呀？什么法？真心显露。自信的圆满心得，一位无二位呀！啊，这一位，佛以善巧方便，时时刻刻提醒弟子。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去表演。我们穿这个袈裟，啊，这个是佛家的衣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同一位。啊，一块一块碎布。从前衣很难得了，一拨饭容易啊，衣不容易啊，衣是手工织的，所以出家人的衣从哪里来的？叫粪扫衣，别人穿破了的衣服丢掉了，不能用了，出家人把它捡起来。以后捡得多了，把可以还可以用的剪下来，啊，剪成一样大拆下来，缝在一起做一件衣。啊，所以这些织料很多不同的织料，颜色很多不同，缝在一起染。啊，用什么是颜色染呢？红黄蓝白黑五色，五色混在一起变成一色，这种颜色变成一色，一位呀，
所以这个一是一位也。每一个代表什么呢？在法界，十法界，每一个代表一个法界。十法界是一位，无量无边法界是一位，这都在这一件衣服上。表这个意思啊，你还有分别有执着就错了啊！一切法同归一心自性啊！一切法从自性出，到最后还回归自性啊！一表这个意思啊，身上披了这个衣，还有分别执着。跟这个表法是完全相违背呀！啊，这个一表万法一如，万法一位啊，出家人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也叫袈裟了。为什么？一部分不是一个人供养的。是很多人家供养这部分啊，怎么说很多人家呢？比丘出去托钵只可以托七家啊，太多家你现在就贪心了，七家托不到，那今天运气不好，今天回去吧，回去有的吃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托钵的时候不是托了自己吃的，不是，都拖回去，把它混在一起，然后从这个里面再拉，自己吃多少拉多少，所以一钵千家饭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学生1255人，每一个人出去托钵，不是千家饭吗？啊，回来的时候饭通通集中堆在一起，饭菜堆在一起，啊，在这个地方拿来吃。啊，不是每个人偷每个贼，不是的。真平等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饭都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也是袈裟的相，袈裟就是混杂，混在一起。啊，衣是袈裟，吃的也是袈裟。平等一位，你看一千多家的时候供养这个饭菜混合在一起，平等一位心平等，事平等，表法平等，啊，所以这个经上的意思告诉我们了，与同一志向皆不可得，与同一之位皆不可得，与同一之色也不可得，混合在一起都不可得了。啊，知道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啊，毕竟空，这就是诸佛境界，无有能生啊。举经来作证，经云：一切同意所不能知，一切同意都不达不到这个境界，这叫难生地。菩萨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遍法界虚，这个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平等一如，这是真相，这叫诸法实相。
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自信现前了。所以下面第六谛叫现前谛。唯有前同一之意，同一之相，即不可得。这真如净性明显现前。这里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有可得，真如就没有了，那是虚妄的。我们今天有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，我们都有所得。那我们都有同有异，都有这个概念啊，都有这些念头。那要晓得，这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。不是菩萨。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了？出在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出在没有看破。啊，为什么没有看破呢？经教没深入。所以回归到最后才想到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，明白了。那我们也就想到现前，啊，佛教放弃了宗教教育，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宗教教育要放弃掉了，学佛的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，通通都留在原地踏步，菩提道上寸步难行啊。你没有在菩提道上啊。啊，没有在菩提道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放下了。我们的见解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，都在造业嘛。那跟菩萨一对照对比，差远了。那我们看现前谛，此地简单给我们介绍的。啊，第五谛，难胜谛。啊，同一之相即不可得。这真如净性明显现前，这叫现前谛。什么现前呢？真心。净性的性德现前了，明显的现前了。经云：“无为真如，性尽明露啊，明现前的。”无为，只有真如是无为。《白法明门论》里面，最后有六个无为法。
因为这六种没有生灭的现象，无为真有六种吗？无为只有一种，真如无为，这是真的。前面呢？前面因为它不是有为，把它列入无为，它也不是真的无为，相似无为。啊，那对这个无为，这个前面这五种无为，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现象。用三种现象来说，大家就很清楚。自然现象，白法里头的心法，是精神现象。啊，或者我们说是心理的现象，啊，色法，一切色法的，它有十一个色法，物质现象，或者我们讲物理现象，啊，而真如呢，不是心理，也不是物理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前面五个无为是自然现象，后面真如无为不是的，它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它都不是。但是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前面这五个无为离不开自性，是离不开真如。啊，真如说真如为无为。啊，所以真正的无为我们就知道只有这个。啊，无为真如，性尽明露。啊，全都露出来了，它是清净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见到了，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啊，这句话是用现在的话讲，没有想到自性本来是清净的。啊，这个说法大家就懂了。没有想到啊，自性啊是不生不灭的。这第二句。啊，第三句他说，没有想到自性是本自具足，一样都不少。啊，用科学家的话来说，自然现象，心理现象，物质现象，它样样具足。啊，它虽然什么都不是，它这些东西都具足。所以遇到缘，它能现，它能生。啊，第四个，能大师说，没有想到自性啊，本不动摇。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我们现在念头有生灭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动的现象。自性真如，如如不动，从来没动过。幕后说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一句话呢，是讲它的作用。啊，他说的这五句话，我们把它分配在体相用上就很清楚。
啊，第二句所说的“何其自性本不生灭”，这是体，这就是大般涅槃，这是体。啊，其他三个是现象，清净实相。啊，具足是现象，实相。不动实相。啊，能生万法是它的作用，体相用。啊，这个时候明显的现前了。啊，所以称之为现前地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证得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在五祖仁和尚面前，提出他所领悟到的境界，五祖仁和尚完全承认，等于说给他做印证，衣钵就给他了。啊，告诉他，你就是第六代祖。明心见性，那就是成佛了。真佛了，不是假佛。超越十法界，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。还带着一些习气，到现前地了，习气不带了。啊，习气带得很薄了，对于自信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啊，我们得到这么多的信息，就晓得应该要怎样用功。我们用什么功夫？就是用念佛，因为念佛它太方便了。我们有把握能做到，其他的功夫我们做不到，因为它要断烦恼。只有念佛法门叫待业往生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断烦恼？就是用念阿弥陀佛断烦恼。那古德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，那个觉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能够在念念当中都能够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断烦恼最妙的方法。啊，真正养成一个习惯，二六十种，日夜都不间断，就是佛号不间断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，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成佛。啊，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经验最丰富了，啊，方法也最善巧，秘诀是多摄六根，精念相继。你看一句话就说了，
受了。啊，毒舌六根是放下。如果不是彻底看破，你怎么能放得下？啊，看破，经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你说经教能不学吗？不学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将来不能往生，到底哪里出了毛病？不知道。啊，在经教上认真努力，去参究就明白了。啊，下面第七，远行地。为真如之境，广无边际。啊，真如是真心，真如是真心。大乘教里头名词很多，啊，也称它做法性，甚至也称它做法身。也称为第一义，也称为大般涅槃。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？意思是叫我们别执着，名词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是马明菩萨教导我们，立文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名词相，立心缘相，统统不能执着。听经不要执着言语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字，不要执着名词术语，啊，不可以胡思乱想，最好都不要想，啊，不要想，你会豁然大悟。如果你又想，越想越模糊，错了，越想越错，全把经义想错了，不是如来真实意，啊，你所能够理解的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所以佛法你得不到。怎样才得到呢？不想就得到了。想是想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语言不到自信，就是语言不到真如，你怎么回动的呢？对世间法可以用，啊，用思想，对佛法不能用。为什么？佛法字字句句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没有通过思考，我要不要想一想再回答？没有。49年讲经说法没有经本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也没有一个大纲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这是佛说大家听。经典之由来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啊，弟子们想起来，老师这个东西太好了，应当流传下去。怎么办呢？我们每个人在一起，
啊，把我们所听过的，从我们记忆当中，用文字把它写出来。但很难得，同学当中记忆力最好的阿难，啊，阿难记忆特好，听过一遍，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比电脑还管用。这些有这么一个好同学，阿难又是佛的使者，每一次讲经他都在。他一次也没漏掉。啊，所以有人问了，阿难20岁才做佛的使者。释迦牟尼佛讲经的那一年，阿难出生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前面20年阿难没听到。积极精进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个要知道。阿难出家跟释迦牟尼佛提了个条件。啊，你以前说那些讲的那些经啊，你要重新给我讲一遍。啊，佛答应他了。啊，以前20年所讲的时候，啊，在有空闲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给他说。等于说他全听到了。啊，那么由阿难上台佛讲，同学们在家听印证，没错，旁边有人在那里记录。啊，如果同学提了有意见，这一句话好像佛不是这么说的，有怀疑就删掉。集结精进啊，用这样严格的方法了，取信于后世。大家对经典真相信啊，不是人伪造的。啊，集结精进的时候，经过500阿罗汉作证。啊，他们听了，没有一个人反对，这才能记录下来。啊，这个是说明是一桩什么事情呢？世尊讲经没有通过思考，也就是他没有用三心二意。啊，三心是阿赖耶莫那意识，这叫三心；二意就是一根一识，一根就是莫那。他没用这个，所以他是自信流出来的，自信流出来的。我们要是用思维想象，用视线去研究，全错了。啊，你所得到的，那是现代像太虚大师所讲的5乘佛法，你得到的是人天佛法。啊，你连2乘都得不到。为什么2乘人已经把莫那跟意识放下一部分了，没有完全放下，放下一部分啊，所以他接近真啊，大乘全放下了这个道理太重要了，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还是为自己还不错了啊，搞一辈子到最后不能成功，就是不能开悟，然后怎么呢？你说佛法不灵，那就叫谤佛啊，谤佛谤法，果报在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这是大事啊，这不是小事啊！啊，这样学习经教啊，不如一个老太婆老实念佛。为什么呢？老实念佛用真心，
所以为什么人家念个两年三年的往生，他用真对真，他没有妄念啊。阿公阿婆确实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。你说他什么都不行，真的他 是什么都不行，但是最后他往生了啊，给你现出稀有的瑞相，叫你感到莫名其妙，这不是假的啊。早年我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常常感叹他想学老太婆学不到啊，老太婆的功夫好啊，学不到啊。老太婆们能够一句佛号里都不夹杂妄念的，那我们搞了一辈子念佛里都还有杂念，不如他了，你不能瞧不起他啊。讲真功夫他比我们信呐，啊，这一些实在讲，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说太重要了。啊，这讲圆心地，虽然真如现前。纷争在举，他真的是纷争的。若尽其计，方为极道啊！啊，菩萨对于真如之理，分次第而证，别教。啊，别教是有次第的，原教没有次第。原教是一真一切真，一觉一切觉。为什么？他彻底放下了。啊，所以别教是地。才等于圆教的石柱。经云：“尽真如寂，明圆心地。”切地算不错了。啊，分正。为菩萨与真如之理分次第而证也。啊，这叫见悟，不是顿悟。啊，不是顿舍。啊，这是一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方法。啊，一点一点的放下，向上高楼，爬楼梯。放下下面一层，你再又上一层。我们是这种根性的，你只能走这个路子，你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。啊，只有爬楼梯，爬楼梯就是纷争。古时候说不吃高楼，不吃是十丈啊，现在不吃了，现在得一百多层高楼了啊，你必须学第一层你才能上第二层，学第二层你才能上第三层，但是如果有电梯
你一上电梯就到顶层，那就那是顿悟、顿超、顿证啊，那是释迦跟慧能大师表演的这一套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普通人还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啊。这是早年三位老师都是这样教我，循序渐进啊，而且都警告我不能学慧能，那是天才那是顿悟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慧能大师这以前没有出现过，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现第二个，他这是警告我决定不能走他的路子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我们走他那个路子决定失败。啊，叫我什么呢？叫我循序渐进，好像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你要这样去做。啊，一步一步去提升，踏踏实实，这走楼梯的办法。啊，张家大师教过我走楼梯的方法，放下这一层进入第二层，放下第二层进入第三层，叫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那看破什么？你看这里十层十个境界不一样，这看破每一层的境界不相同啊，我们放下现前地就到远行地了，远行地的境界比现前地就高了啊。那我们怎样看破？只要你放下你就看破了啊。我放下现前地我就看到远行地，我放下远心地我就看到不动地啊，看到你就能够向上提升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不懂这个道理亏吃大了我们今天深深体会到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搞清楚，不要以为搞清楚了。这个话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你没有真正契入境界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搞清楚。最怕的是，没有得到，以为自己得到。这个对于修学的人是重大的障碍，也是犯重大的错误啊！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用什么方法来检验你到底有没有看破，用放下。你是不是真放下了？真放下了证明你真看破了啊！只有看破你才肯真放下，你没有看破，没真放下。所以老师总结一句：佛法智难行易。这老师给我总结的。啊，智难行易是哲学里面的话。因为智难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因为行义
释迦牟尼佛不临众修行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他不根本不管你。啊，他只是教学。啊，真听懂了，真明白了，这当然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世间这些名闻利养，这烦恼习气害人的。啊，眼前这一点名利，你能享受多久？你有多长的寿命？你想完之后你怎么办？啊，如果在享福的时候造业，那真叫得不偿失啊，不如贫贱之家了。贫贱人家不造业，啊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现象，美国一个催眠的医生威斯博士，他写了四本书，四本书我都看过了。他用催眠术发现很多人前世是人，哎，这一世他又来了。你细心去看，他都是普通人，不是做大官的，不是发大财的。哎，普通人呢，生生世世还做普通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做大善，没做大恶。那他没有能力，他没有智慧。如果是大善大恶，找不到了。大善了，到天上去了，找不到他了。大恶了，到地狱去了，找不到他了。啊，所以他从催眠的报告里面，我们体验到的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些例子可以能给我们做证明啊。啊，欲言心，经云：“静真如寂，名欲言心地。”真如有没有边际？没有。我们中国古人说了两句话，很有道理，叫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这两句话用来形容真如。可以说完全相应。啊，真如确实如是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这两句话《大乘经》里面把它讲透大而无外好懂，小而无内不好懂。佛法里面讲最小的，极微至微，很可能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。啊，你看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最近发现的中微子，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的。中微子多大呢？一个电子，啊，电子很小，绕着原子核转的，这原子绕原子核转电子，比原子核小，100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，
就是一个电子的1/100,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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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
啊，这是发现，现在发现物质最小的。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，也就是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念所产生的，啊，这个里头用科学家讲，有能量，有信息，有物质，居然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东西。而且跟外面大的是无二无别，大世界跟小世界是一不是二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哎，也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粒子，一个物质现象，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圆满的信息。啊，让我们看《心经》，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个五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极微之微的，现在讲的中微子。为什么？它里头有五蕴呢？你看，它有物质现象是色。它有精神现象，有受想行识，它都有具足啊！啊，具足了色受想行识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观音菩萨看到了，五蕴皆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所有物质信息的根本。根源找到了啊！现在科学用秒为单做单位啊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啊？啊，就是这个现象多少个生灭？1600兆啊！1600兆分之一秒。啊，是这种现象发生的事情。啊，一秒钟里头居然才发生过1600兆次，每一次都不一样。啊，可以说相似相续，没有两个现象相同的。这是真如的边际。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什么叫万法皆空。为什么般若经上才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？啊，毕竟空的意思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方面，科学帮了忙。啊，把佛经像这一些
这个经文自古至今呢，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，通过科学家实验的报告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科学家啊！今天科学研究的成果他早就晓得了，这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